呢都不能出声音。这个关卡呢，就是要请艾雅来蒙上眼睛，然后呢，鼻子磨鼻子，磨出你要选出哪一个是宪哥的鼻子。男生来救，男生来救。好，有，好 ，OK。你感受一下。好，我们再往下一个，软软的。好，来往小心台阶。好，往软软是什么？好，你不要动。然后男生来救他。不错，好哎呦，这是好鼻子吗？你觉得好鼻子吗？我觉得感觉不错。好，来往左边走，好，再一步往下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再一步往上。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男生来救女生哈。OK， 这位男性有比较多，好，你感受一下。我觉得第一个很。感觉比较熟悉耶。哦，第一个比较熟悉，那但可是第一个好像有点年轻。第一个的鼻子是年轻的，然后第二个蛮舒服的，第二个舒服。我选三号，你是一个就选三号。那我们你现在转这边看一下三号，你选你选几号？我选三号。好，是这一个吗？对不对？这个，好，你自己把眼罩揭开。好紧张哦，请揭面罩。三号，我先从这个优尼开始。好的，来嘴巴慢慢品尝一下，哦，吸一口就好。这是一号，哎，不用拿，不用拿，不用拿，哎，不用拿，哎。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在嘴巴的感觉哈。好，来。给那个饼干喝一下啊！没有，要先从这边来哦，因为优尼先解决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刚那是一号，好，那现在是二号，来喝一下啊 ，OK， 好，感觉这是二号 ，OK， 好，有感觉到了哈，吞下去了 ，OK， 三号奶茶喝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卫生起见，现在轮到饼干。对，这个你想一下，哪一个吸管要换一下？哪个是裂？要换，要换一下。对，因为现在吸管要换了啊。来，小周，哎，有，这样。来，我喂你哈。好，手不用，手不用了。这一号奶茶在哪里？嘴巴张开就好了。一，在嘴巴感受一下哈，哪一个是裂奶茶？告诉我哦。等一下，这是一号，吞下去之后哈，来哦，二号。两个都要答对啊！没有，他们讨论彼此讨论，感受一下。我等下会挑一位来回答，给一个答案。好，这是二号，感受一下哈，吞下去了吗？饼干好像有喝过，对不对？哦。好，来。三号奶茶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一号有一种阿萨姆的感觉，阿萨姆的感觉。OK。然后二号就是很香，还蛮对对，那个味道感觉蛮对，但三号就有点偏淡。对，三号很淡。三号有点太淡了，好像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。对。好，那你们两个猜拳，赢的来回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 ，OK， 来，饼干赢了。饼干回答，哪一个奶茶？几号奶茶是烈奶茶？我觉得二号比较香，因为它真的蛮好喝的，就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感觉。恭喜答对啦！摸出露露的手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们的手都不能有表情哦。摸骨哦，好细节哦。他的命怎么样？好了，不能摸上去了，不能摸上去了。哎，下面好 ，OK， 这第一位哈，你可以形容一下口感吗？口感有没有北海道的乳脂？对，跟加鲜奶。到。啊！是怎样？哎，你看这个眼睛好大哦。形容一下口感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口感如何？那软中带硬，对不对？对，摸太久，软中带硬，好。而且卤的都已经没有油了。我分手。好，来。哎 ，Amanda 都还没有讲出任何的线索。好，再过来听。Number three。你怎么？你在干嘛？怎么样？这个人好
赞呢。人命有点苦哎。啊？你关系摸骨啊你？太伤人了吧？你还能摸出他们的关系？好 ，OK， 三位都摸完了，来形容一下一号怎么样？一号其实偏冷哎。偏冷，好 OK。然后，舒服。舒服。二号呢？二号那个指尖的部分要保养哦，要保养，滋滋的。那三号呢？三号命苦，所以你就选。你现在开口就是答案哦。对，一二三，请选择三号。三号，来，先打开眼睛来看一下。哇塞，苦命的啊！啊，吊车，是我，你的手不是很粗吗？我手按住，你的手结果粗的。尊重好不好？他粗的不是手，好吧？看下面，好吗？漏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